那刚刚不是说这些东西，不是说这些啦，因为说过那个第六个那个正牌哦。好啊，这家你就家己抢啊，这家你抢客钱抢赢啊，哈，抢客钱抢赢。这黄鱼啊，这只菜价大约要200块的，这就多翻你。你这下人无买着，无买无半尾鱼啊，哇，拢有买着啊，你买无半尾啊？多少钱？几块钱收？伊是六百，一瓶四百，这尾。你唔管买偌济拢不管啦，你着先客出来，你着先赢啊！吼，四块上先客先赢，无着急哦。一瓶三块就好啦，好无？结束了。来，上个账目，开了就干毛，哎，没得，你毛开了，冲过来干毛的，对，干毛了，我都不用毛的。是有啊。是给账目对面，拜拜。上上岸，我让你毛。不要不要不要！谢谢啊，帅哥，感谢您啊，真的感谢您啊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啊，那个气炸烤箱有兴趣的在下面留言哦，不是在下面啊，寄 mail 给我 q88860 小老鼠 gmail.com。那团购的方式就是，到时候我会跟大家 email 发 email 给大家，跟大家说价格，然后你要买不买再做决定都没有关系。哎呀啊！也不一定可以成团啊，反正就是价格会比市面上还要便宜。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就一起买一台，哎呀，一起跟我学习怎么用气炸锅料理佑廷哥的产品，哎呀 ，OK，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。那今天有出现什么日全食，还蛮特别的，太阳很大，然后那个天色看起来暗暗的。还蛮奇怪，我刚才一度以为我眼睛出了问题，我还问隔壁的阿姨，哎呀，他说是刚才那几个年轻大哥买的，哎呀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云林马光华市场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帮我订阅脚肥肥 Q 腿腿，还有肥婆来了，拜拜。